无论如何都爱你 MV 是，如果大家有印象是一个老人家，然后他在年轻的时候呢，因为没有办法给他老婆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就是婚，不要说婚礼，可能连婚纱照都没有拍，然后他在辛苦的时候跟他老婆陪他一起走过来，然后他一直没有给他老婆一个非常好的像这些就是艺术照，就是婚纱照。可是直到他老婆死了之后呢，他才发现他亏欠了他的老婆，所以他有一天就自己找了一群摄影师，然后一群人，然后就请他们帮我他跟他老婆拍照，然后就带着那个白纱，然后到他老婆的墓前说，一姐让他赶扣，所以该有的你都有。所以就很希望是给他老婆一个非常就是他以前很想要的东西，纵使他老婆已经过世了，但是他还是希望把他的心意是传达给他的老婆。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看完了 MV 的最后其实是很感动的，然后也就没有想到说这首歌可以配上这么美的 MV， 然后其实这也是真实故事，其实新闻都有，如果大家记得这个印象的话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听听看我的新歌，4月28号已经发行了。如果你觉得我唱得好听，请多多支持我。然后我们就是希望可以跟人群亲近。然后我是江明娟，谢谢。